芊芊几天没播了，哎，有几天就在家回来就没有怎么播。嗯，烦死掉了。哼，你们在干嘛？吃年夜饭了吗？老婆回家了，是的呢。哎，我跟我姐说，我现在的名字已经被曝光了。我说我大家都不会叫我苏恩了，我说大家都会叫我真的真，叫我的真名。哎，我姐说真假的，我说真的，我说我现在已经自暴自弃了，无所谓了，没关系了，已经。好冷啊，你不知道家里有多冷，冷爆了，非常的冷。你要回去吗？你要回家吗？去干嘛？放鞭炮吗？是的。哎，要不带我一起吧？我刚好开直播。去不去？老家一起。跟老妈、老爸。放鞭炮，可以带我一起。我开个直播。嗯，我开直播去，刚好给我做一下户外节目效果。没事没事，反正就听那声嘛。走，对，老家可以放鞭炮。哎呦，来了。新年快乐哦。你带好。有点肿。你那样，太好笑了。大家新年快乐！大姨子来了，嗨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苏恩和苏令算了吧，你能说你真名吗？你干嘛？我都说了我了，我觉得就没啥必要了，行吧？我叫就是大家知道我要。倩倩嘛，我姐的名字真名她叫丹丹，好吗？就丹丹和倩倩在这里祝大家，就是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面新年快乐哈。叫倩倩同学和丹丹同学，对，她叫丹丹，我叫倩倩，你们叫我们丹丹和倩倩就好了，这是我们的真名。你有毒啊！当然了，也可以叫我们苏令和苏恩，实名制上网冲浪，丹丹丹丹，对。我姐叫丹丹，但是当然我们的网名就是苏恩和苏令，大家都可以，都叫我们就苏宝就好了，也可以，苏家宝贝儿们，也可以，孙家宝贝们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蛋的不要叫我蛋的了，我就感觉好尴尬，哎，口罩掉了，姐姐和你长得为啥这么不像？哪里不像了？我姐这发型看起来有点复古吗？是吗？一个黑发是吧？主要是我现在有点肿。灯光的原因。让灯光，你把灯开亮一点不就行了？挺亮的灯。确实不像，不像吗？是因为发型的原因，我觉得你给着你妈你的刘海最近怎么弄了一个非常刘海。刘海，那我总得换点发型吧。不，但是我觉得你本人比这个镜头里面好看。嗯，你这镜头有点不太符合我的那个。不是，这是苹果的，那个、苹果的就是一般，就是会把人变胖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看这好肿哎，我的妆都花了，我的妆都花了，怎么？对啊，带我们看看烟花和放炮，我们这里不让放。哎。我还真的没有买烟花哎，没有买烟花，我也没有买，我没有买烟花，我也想放烟花，我靠，我也想放，怎么办？买不到啊，大晚上的，好肿啊！为什么感觉你这个镜头没有没有？我跟你说是这样子，我的这个镜头就是苹果的，苹果的它会把整个人的脸就是会放的比较肿，这样子。对吧？有没有？你看我的脸好肿，而且你看我本人有那么肿？没有吗？没有啊，你本人就很瘦呀。但是视频里感觉我好肿。不是吧？我觉得我本人倒是蛮肿的，但我视频里面好像还挺瘦的。这样看好像好一点，是不是？我感觉我好肿哎，而且我刚刚还比我瘦是吧？啊，行，可以，牛逼！给大家看看一点好东西。等一会儿。
你说什么好东西？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好东西？等一会儿。哎呀，我正在冻死掉。你不知道我有多冷。不看是吧？好，行，那算了吧。确实也蛮冷的，主要是我在家没怎么带衣服过来，就带了条黑丝保暖，就这。老婆淘气了，嗨！我奶奶搁这看着我直播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奶奶，我了，奶奶，太搞笑了，奶奶，哪高的油啊？啊，有有。你要笑死个人！我是泰国奶奶，这样的。嗯，他们说奶奶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啊，我不行了，太搞笑了，就我害羞住了。啊，我害羞了。新年好，虎年大吉。嗯，我害羞了，我害羞了。糟糕糟糕，奶奶好，我是倩倩的男朋友。嗯，我奶奶今年的，我奶奶今年的新年祝词是说让我明年带一个男朋友回家。好，走，我也去，我也去吧。我去播个户外。走吧。嗯，好，做个节目效果，走，我们回去吧，回老家，现在回老家去放鞭炮，过那个跨那个零点。你不是相相亲吗？嗯，我没去，我姐去了，我没去。哎，没办法，现在偶像包袱比较重。你也，奶奶你也去吗？我也去，我感觉把包袱重。行，那就一起去。明年吧，明年你有空？哪个？哦，那我朋友送给我的，就是因为我怕我没啥衣服穿，没有带衣服回来。哪朋友？星星和星星。谢谢你。就那个老师啊，初中同桌。老师。跟当老师的那个同学。哦。他送给我。当老师了，我同学是叫他妈妈叫叫木料往外挖呢。不是那一个，不是同一个。有点上火，嘴巴有点长溃疡。终于记得了。打电话不给了，就给带信号，给信号吧。嗯，对，是的。啊，这里好像有点泡泡。啊，不得意。真的上火了，有点。啊，好的。好，走吧，一起。妈妈给你带了，妈过后正好带你到过后看。带你们过去哈，带你们回家看看。Go go go。手机没啥电，那就充电器带着。要带啥？充电器要带不？啊，充电器要带吗？要不妈妈，你去那干洗澡去，什么的好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把充电器带上，带你们去玩。欢迎 TMCC。啊。好，穿鞋子。帮我拿一下，老姐。我这口罩都戴上了，黑黑的，怎么呢？我在那看一下弹幕，谁在说话？我岳父吗？你觉得呢？你慢点。我们现在准备回去，放个鞭炮，跨零点，跨十二点的鞭炮。Go 走吧走吧，不用不用关哦。那把那个。衣服，今天我还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呢。新年啊，但这衣服不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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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了。关了关了走吧，追追。走路回家放鞭炮路。哦哦哦！你把自己的空间合呀。哎，不敢不敢。我把信号给你。啊！带了带了带了，哎，烦死了。好黑呀！哎，点继续。哎，我得切那个，别说。没网啊，快卡啊，现在太卡了。嗯，搁这跟做这样的受不了。
我要跟他们讲，哎，你们现在卡吗？听得到吗？我就说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楼下再说。电梯就行了，电梯我的电梯有信号吗？这电梯有信号吗？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兄弟们，过年好。这个信号，你看这差不多，你把这个信号到了。在电梯里。我不干，不干也真是身体重。不干，这狮子这么干，你也干不完。一点信号都没有。还有尽量。好了没？在那个电梯里面。都回老家，现在。去，兄弟，晚上好玩，不是。马上就到。哎，我刚说话，我爸声音小点，嘘，然后很生气，生怕做直播的是吧？啊，知道，嫌我穿太少。Hello。哎呦，猥琐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没事。哎，去吧，我反正我没跟他，我没跟老妈说话。但是我没讲话，反正我起来，所以我就不说话。打电话，他倒是想跟我说话。大晚上。就没去，没说话。新年快乐，大家。人黑。他没说啥，他就哭嘛。嗯。要不理我妈。啊？对呀。哎。不说这些。哎呦，是的，死掉了，没卡吗，兄弟们，卡吗，兄弟们，不过好多人要放鞭炮了，快跑！你，我奶奶真搞笑。累死了。哥吓死我了，啥呀，谢谢老板的特效还蛮哦，谢老板的新年好。哎，现在几点了？我爸一听到超级真是单呢。哦，想看，稍等，不好意思，这里面能看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可以，看不见。哎，我这屏幕，我的摄像头，我看一下，不了，卡住了。这什么呀？在对上头，这我很多吗？卡吗？卡了，可以，我卡是吧？那我退出，卡开直播了。给个播了，这啥呀？这个啥？情侣情，这个吧。现在卡了吧，兄弟们，是不卡了。现在是，哎，我怎么卡这个东西？等一会儿，这儿有个杠杠。
或者你好一点，你可以走。人才不能不走。你说的是你开的弹幕。没死姐自己人事情。卡一卡的，我已经喝酒了，所以哦，别再叫我名字了，烦。信号这么差吗？我急死了。你要是弄到中国的样子，鞋子更干净，是吧？而且一辈子都不会的。什么？那为什么人家这大晚上呢？就是这个外面，哎，为什么路上？爸，你的信号应该还可以吧？什么？我的卡，拿把你的给我。给我开个热点，我连个下你的热点。走，我看看，好，先退出去。好热啊！现在呢，我爸的热点了，应该好了吧，兄弟们。我手机手拿着，我怎么搁这要求那么多？嗯，哎，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很烦。现在，哎，我自己，我跟你说，我坐后面，我不太方便直播。其实，我头贼晕，对我自己晕。好了，我现在自拍杆也很晃，又老头。是我爸是老头，我真的，妈妈，我爸亲了，感觉我看不见，大家扣个一好，让你看看我，我这边显示绿色的一个网，我把画质调一下。直播设置，看弄一下画质啊，画质，我换一下画质，话题弹幕设置，玩游戏呀、啊！就给你搞我热恋。哎，今天晚上干没干？不好，这是你跟我不好。想通了，兄弟们，你妈的，说啥玩意儿，他跟你妈的东西，想了很久，啊，可能思想真的很久，哎，说啥玩意儿，你晓得一点还怕了，他跟你好玩了，到晚了，吃完饭讲七点六点钟，兄弟们，真的，干的怎么不大好，你得晓得，哎呀。还卡吗？不卡了，扣一好不好？哎，我靠，这是零KB 了都，收了，这不行，怎么卡成这样？啊，收了。
妈，鱼儿跟你禁言。你网不好，有毛病吗？大晚大过年的。收着收着，要不要家家子不熬着白收着不了。那不是，闺女俺肯定也花白。花花着不，或者花着不熬，花掉了。你娃咋？那就看你遇到的是不是好女人，一般好女人跟谈才会生气，不然你就这样。今天刚没刚完了。这个女人反正我感觉反正不太好弄。靠人，好点了，没办法，我现在在路上这个网不好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。从那那这也不怎么好弄。好点了，一会儿可能会好一点，等到了的时候。等我到家，到老家的时候，还有一会儿就到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回家喽。我们这儿真的是卡，不知道你卡还是我卡。我这边显示是不卡的，而且我这边网络显示是200多KB， 绿色的，没有红色的，没有问题。不知道。然后我看你们弹幕也没有问题。新年快乐，倩倩。好的，新年快乐，宝贝们。苏倩倩呀，烦死掉了，叫我苏宝。不要叫我这个名字了，我真的 emo 住了，真的。这有人上火。新年快乐，坏女人。叫我苏宝，苏宝，苏宝。啊，苏宝啊，好吧。珠宝挺好的，新年珠宝，不珠宝啊！他 OK OK， 好的，那珠宝珠宝，气住了，你才珠宝。这个宝贝今天真好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好看吗？我也去做，等我哪天不好看。你们今天收到压岁钱了没？已经开始觊觎你们的压岁钱了。苏宝，除夕快乐，除夕快乐，上海哥哥。担保也好看，等一会儿给你们看，好吧？对，和我一起过年，和我一起跨年吧，还一会儿会儿时间。谢谢少涵哥哥的凛冬晚会，谢谢少涵哥。哟，这什么特效呀？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！我的妈呀，这也太丑了吧，这是什么东西，这是啥玩意儿，我靠，别送我这个。不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凛冬晚会，这凛冬晚会这么吓人吗？不用送这个，丑住了，太丑了。相亲局怎么样？我没去，没去那个相亲局。阴间特效巨吓人，我也觉得很吓人。啥玩意？你们现在在干嘛？在看春晚吗？还是干什么？这都叫真的丑，没去相亲，没去相亲，在哪听到的？你们在哪听到我去相亲去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主要是没有相亲对象，没人介绍。明星这么晚了还工作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想你们了，就是马上就是春节跨年了，我得上来播一下，觉得很重要的时刻嘛，跟你们一起度过，因为我想着你们也肯定无聊，就这种时刻看看春晚啥的也没啥事儿。谢谢我们备胎的么么哒，谢谢么么哒。想我们现在就开播，我也有自己的事情，我又没有那么自由，家里面事儿很多，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特别是像我这种的家庭，现在就是事儿比较多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天天搁这儿听这里，再听那里，这个再听一下，那就是那种拉家常，真的，
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，我就现在到现在才忙完，我就立马开播了。到家以后还不好，还搁这说我，我又不是很闲。相亲嘛，不是相亲，哎，不准去相亲。全斗鱼都在传你回乡相亲了，倩宝，真假的？谁说的呀？不准孙倩倩，不准孙倩倩，不准去相亲。不是，谁说我在家相亲的？是谁传的谣言？不懂啊，怎么全斗鱼的传我在？不是，谁说我回家相亲去了？回乡相亲去了？都在说，是谁在说？具体是谁？我去找他麻烦去。谁说的？不是，谁说的呀？那是孙倩倩。没有，啊，孙倩倩是不准相亲的，苏宝可以，不，苏宝不可以相亲，孙倩倩可以。什么？本来就是，我排了三个小时都没轮到我见面，不是你自己说的，不是你们记性这么好吗？平时跟你们说什么话也不记得。这个时候记性这么好是吧？在家嘛，请姐姐上来拜年。等会儿，她就在前面呢。稍等一会儿啊，给你看。等一会儿，回家的。前面说我爸和我姐姐，恭喜乐豆豆升级到了十一级粉丝牌，恭喜豆豆，啊，恭喜哦！我要开车回去，哇，这车，这个路灯还挺恐怖的，这你都看到了，这灯光这么黑都能看到，牛皮！新年快乐！都怕我被帅哥拐跑了，我对帅哥没兴趣。哎，咱对帅哥没兴趣，放心吧。咱姐会跳舞吗？啥都会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都是全能的。到了吗？到了。嗯，谢谢夸奖。前面不是榜一大哥，前面是我爸。因为是我爸，啊。好，到这喝酒。啊，好嘞。下车，放鞭炮了呀！过来，等一会儿。哟，这网不太好，好像。啊，这烟雾这么大吗？这雾也太大了吧！哎呦，腰可疼死了，给我。哎呦，我腰好疼啊，老姐。是。腰。嗯，就坐着难受。这是一位老司机吗？这是我爸，什么老司机？你们搁这话真多，对岳父这么不尊重是吧？不得了了，你们造反了是吧？还绑一大哥，我打死你们！我爸，再说一遍，谁说我揍死他？啊，好的，谁欺负我妹，我就打死他。等会儿，就网友这个是继续直播，等会儿。今天可是除夕呀，你们应该说点好听的，哄哄。我们家的小哎，不是，那网不太好，注意长进。真的，我们家的小哎，不是，那网不太好，注意长进。真的，注意长进。这个东西，这个手机现在长进，不然它就会注意老家网老没办法，您也切到。等一会儿，哎，说点好听的，哄哄，我们家的小哎，不是，那网不太好，注意长进，真的，注意长进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手办法，您也切到，等一会儿。哎，有房管在吗？严好吗？
这个网这么差吗？家应该是过年。为什么过年？所有人都在。啊，可以吗？确定直播。现在呢？哎，烦死了。找一个信号好的地方啊，等我测试。哎，冻住了，这儿呢。等找个不卡的位置，这儿呢。你比早这么查，还不如回，那我就回家了。死我也是，没想到太差了。来了吗？行，我要找信号好的，都不好。放烟花耶！哎呀，这儿我又不拍他们，是不是？像扣一，来扣一。现在呢？手机忘了，哎，没办法。现在我很冷的，我已经现在就是不是？因为我就想找一个打的一个不会。一个冷，你看我穿的是这个，真的非常很冷的。不是在山上，不是啊！我之前上次回家信号都没这么，别从5G时代退的，没有，这是4G 的，真是4G 的，苹果手机直播，你是不是你在骂人？很冷的，我在外面冻死了。你看，这姐姐好卡。
今天过年了，种这么多吗？发呆吗？不是，种这么多，直播间奇奇怪怪的，我们的无语，卡得你很难受。嗯，那怎么办呢？确实差呀，早家里面播呢，我很冷。新年快乐！快乐，我搁这要看林，可是很还是月球卡的没，不信哦，找不到。累住了，这网也太找着，网也太差了，找了。冷了，太冷了，我进来了，我忍住了。这弹幕都暴躁了。家里面外在老家趁在十二点之前，我看这直播设置又想啊，我对我哎，我怎么调这个好不好？长泡了，长泡了。在哪？都听不出来了吗？别骂了。值了，宝贝，好，我知道。嗯。
天了。等一下，新学的魔法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，新年快乐，新年。